two, one, two, three, go! Okay! 能做我女朋友吗？你是在开玩笑吧？我一个月挣5万，你一个月挣5000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给你手一个包，你三月工资就没了。但是我可以努力工作，我能给你买得起。你的生活就是活着，我的生活是走。但是我赚的钱不少。Nice。 上房租了，老样子找上支付宝啊。哎，对了，下个月房租再涨500，再涨500。姐，怎么？我不想努力了。想明白？那一会儿去我房间喝一杯。好的，姐。哎呀，怎么还叫姐呢？好的，宝贝。能陪你过日子的男人，他给不了你浪漫；能给你浪漫的男人，他不缺钱；不缺钱的男人，他不缺你。烦死了！哼、一女子取1万现金，取款机反而吐出20000。女子带走10000后，把剩余的10000放在取款机的摄像头下。银行工作人员找到该女子追究责任的一番对话，令人大跌眼镜。你今天早晨是不是取钱了？取了10000。但是我们的提款机是啊，你提款机吐了2万，但是我可没拿啊，我就拿10000走了，我就把那10000放你那个摄像头底下了，你们应该能看得见啊。你为什么不给我们打电话联系呢？那你可以先把钱拿走替我们保管啊。我凭什么给你保管呢？我拿走了之后你们再怨我呢？我还得给你送回来，我这样我拿我自己的10000我走了，那边我给你放着。你们不是看不见，那都有摄像头。嗯，但是这个损失得你负责。凭啥我负责呀？我又没拿。你拿了。我拿的我自己的，我拿什么了？谁拿你看不见呢你？你拿的那个是银行的。是哪位大神安排的活？谁能告诉我这是咋安排的？这上面盖着房，下面拆着房，这是什么原理啊？这来之前告诉我500块钱一小时，我这一看可以，这来了一看我才发现，我是有命干没命花呀。嗯，这活太适合我了，我这一看我能干个10年8年的呀。这谁呀？搁里面整这么多钢筋呢？这第一次开车上楼梯，咋遇到这种情况呢？老铁们，快给我想想招！你说这是后补的，你说我咋上？我能上吗？这谁能给我想想招啊？这两天这是咋了？这是净接一些奇葩的活呢？这活咋干呢？再干一会儿啊，我看我就没了。我知道，不过你们这是什么家庭啊？敢这么玩？这是上门吗？你们这是烧钱呢？
哎呦我的妈呀，大妹子你行啊，美丽动人，你真是那个，你把热胀冷缩的原理运用到了极致啊。我去，这天是真冷啊，这水一放出来立马就干成大冰溜子了。你们瞅瞅这天上的小冰棍噼里啪啦的，那个有吃的吗？我请客。天冷之时就是我破壳之日，给我回去。好嘞，嘿嘿嘿。踩踩出水了，这黄不溜丢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兄弟那是屎。啥？哎呀，幸亏我上来了。哎呀，眼前这个大爷保暖效果做得非常好啊，咱先抛开他的回流率不说，就说他的实用性。白天要穿身上那是一件棉袄，晚上躺床上他是一床棉被呀。天冷了必须打翠华呀，来吧 come on baby。 哎别家，哎上不住了上不住了，哎呦我的个妈呀，脱了。 It's as if I'm stuck in yesterdayWhen I'm thinking of you, 'cause when you have your morning coffee, I'm turning out the light so I could dream. And when you smile through the screen, I wish you could be with me. So I lay my head to rest when the sun is rising. I'll start a brand new day.来，是谁说烂泥扶不上墙的？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，嘿嘿，烂泥呀，能不能扶上墙？刀泥，嘿嘿，看到了没？哎呦，老三，你还真有两下子啊！这本来是个体力活，这下可好，嘿嘿，硬是让你干成了技术活。老三，我看你这几年在工地干的可不白干啊！你瞅瞅你砌的这个砖，都敢竖着砌了。说真的啊，老三，就你这么砌，这也太费砖了。而且就这房顶，我是真不敢住。要说起技术这块啊，那我让你看看我们村的王大爷。我也不是给你吹啊，就王大爷这个技术跟手法，嘿，房顶上的瓦片都能给你磨出来。这位大哥也不简单，自己动手啊，整了一个打眼神器，轻轻松松啊就把这活给干了。真的啊，就这工具申请个专利应该不过分吧。小伙子，要你那么说，那整得我跟闹着玩似的。嘿嘿，我也不是给你吹啊，就这公园的路面，哼，我都是拿壶当。导航，女人应该怎样对待老公呢？把老公当武大郎，你就是潘金莲；把老公当窝囊废，你也是个八婆；你别笑，把老公当皇上，你就是六宫之主；把老公当驸马，你就是公主；把老公当厨师，你就是服务员；把老公当顾客，你就是上帝；把老公当仆。我要结婚呢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你结婚我能帮什么忙？你有钱就捧个钱场呗，没钱就捧个人场。啊，
份子钱啊，那可以。我家3000多匹猪呢，差你这份子钱啊。我缺一个跟我结婚的女人，那个你能不能赞助一下？现在结婚也能赞助啊？怎么不能？现在就是在考验你是不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。昨天我男朋友干的时候，我嘴里都塞满了，都已经往流出来了，脖子上流到哪里呀、啊？流到衣服上、肚子上都是，太多了。流到鼻那里呀、啊？他直接拔出来就送我放我嘴里了，怎么喂的？那你